乐猛禽是全球最畅销的美系皮卡之一，不仅拥有强劲的动力，还拥有超强的装载能力和牵引能力，就连越野都是一把好手。驾驶福特猛禽的感觉让人足够踏实，当然作死者除外。小伙新买了一台福特 F350 皮卡，相比于常见的 F150， F350 拥有更强大的动力和更大的车身，搭载 6.7 升 V8 涡轮增压引擎，最大功率450马力，峰值扭矩935牛米。这台车还加装了可升降悬架，以为开着福特猛禽就能无所畏惧，小伙将车缓慢地倒入沼泽地中，没想到此举让他后悔不已。虽然猛禽拥有强劲的动力以及四驱系统，但沼泽中的淤泥却并不好对付，无论如何猛踩油门，轮胎只会在淤泥中反复空转，在湿滑的沼泽地中，轮胎几乎没有任何抓地力。无奈车主只好叫来救援车，一台强大的拖拉机及时赶到。要说越野之王的称号真该授予拖拉机，在拖拉机的强大牵引力下，福特猛禽才缓缓地脱离淤泥。就算汽车拥有再强大的功能，也总会遇到极限，千万不要超越极限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。